乐乎带给您《弟子规》。余力学文，下山。读书法有三道，心眼口信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，此谓中。彼勿起，宽为限，谨用功。功夫道，至色通。心有疑，随札记。救人问，求却意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读书法有三道，心眼口信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，此谓中。彼勿起，宽为限，谨用功。功夫道，至色通。心有疑，随札记。救人问，求却意。你学会了吗？真好，再来一次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读书法有三道，心眼口信皆要。方读此，勿慕彼，此谓中。彼勿起，宽为限，谨用功。功夫道，至色通。心有疑，随札记。救人问，求却意。乐乎与您快乐共学《弟子规》。